要，哦，黄昏正日，夕阳金色林，天气虽然渐凉，可是眼神仍在高进。小月音，两片都的威力，让你信心全失落。相都在手仍然无法战胜我这个临手的，是你信心全失，不是这边。在第三刀输出之前，以自己胜任，就过在太阳明半岛是哪一里？任务中就多下老人，什么太阳明，什么半岛，这与我无关。今日巧月印所针对的，是着阮洪天这条线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一起用出所在路。你派你的第三片刀，我是你的英雄。你无动出动，第三片刀回旋心中，九九开弓，一破。就行离宫退险，对空才来相度，也得速交往。三步快斩去，两袖无杀动，无心手，接过来。杀出快速度，眼睛兰花掉落，切我令就昏神。你这个心胸马日之类，先前已经失出了一记录，不待对方有喘息的空间，就攻下杆又攻。啊！小月音，你断手之苦，你自己招惹的，痛得心安。玉明，想要痛快的一刀吗？小月音，笑你无胆量。是太阳明必杀的叛徒，浪费我的体力。任务中的连段杀人的枪毙，原来是替太阳战术夺回断臂之魂。你来，我这粒红旗你叫我命的机会，哼，留下银角。后你的后悔，让你再可怜三年五载，竟然对我无威胁，依旧。由今日算起，就面前紧就会改观，先医好你的手吧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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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太阳明，素皮金母子，原来失败的滋味，是只因为可惜。我终于要接到了，只
伊是对日元奉气，心存万分的愧疚。是背上一笔，红叶生涯就此终止，战而不悔，可循传奇，塞翁失马，何福天地。王魂，难道你早就明白巧月一幕完璧之意了？我又因何见而不改呢？莫非你另有盘算？但是这个武家一旦转回，就算再可怜也发挥有限。这一天生的转回者，连母就有真大的差别。王魂，虽然这盏断臂之夜我感觉自行，但可为之力却不为。反正听的人是巧月音，又不是我一讲之哟。断臂之痛，这并无瓦解巧月音的斗志，手提已经冰冷的战旗，不平稳的步伐，却仍行在这条是非道中。头前路阴大梦，后边路透风落雨，感情路哪会行到这款地步？看人双双我小苦，想着自己才知影苦。阮悔不当初，悔不当初，为何要让步？爱你的心放拢袂落，想只阵到有当初，才知思念藏在阮红红的目眶。爱你的心放拢袂落，阵阵秋风上青草。受伤的老母，真紧就被掠食者锁定行踪。巧月音一尊的魂神。